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北哥的频道，我是你们的小北哥。今天的后院格斗给大家带来58公斤级女子业余 MMA 比赛，比赛双方分别是红衣选手安娜对阵背心女格里斯。安娜进攻主动，出拳迅猛，双方同时起腿。今天的业余女子比赛也非常的精彩啊，看得出两位选手都是属于拼打型。格里斯前后直拳，安娜防守反击，后手拳精准命中，安娜前刺加后直，两拳都精准命中，特别是这个后手拳非常的重，格里斯被击倒，安娜跪地补拳，哇，这下补刀有单输的味道。裁判终止比赛，格里斯被成功带走，安娜绝对是后院格斗的一匹黑马。安娜说，你要不给小北哥点赞关注，下一个就打你。爱格斗爱生活，请关注小北格斗。